阿弥陀佛，尊敬的师父上人，首先我们无限的感恩你老人家再次接受我们的专访。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向你老人家敬礼。师父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幸啊，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向您老请教天下事，可以说事无巨细，您老非常慈悲，都给我们非常圆满的解答。那么，我们相信，儒释道当中蕴含着宇宙人生的真理。那么这么多年来，世界各国很多的观众啊，无数的观众啊，看到听到您老的慈悲开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家庭社会甚至国家的方向啊，我们感到无比的幸运。那么这次我们这个题目啊叫挣钱为什么啊，是这么一个题目。很多企业家都想通过这个节目向您老来请教问题。开始之前呢，我们听说就前几天，马来西亚的首相纳吉先生携夫人到香港拜访您老。那么我们就发现呢，最近这个时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向您老来请教。那么据您老观察，这是为什么？纳吉他说，我如果有机会到香港，我一定要来看你。所以他很守信用，来了之后呢，就给我联系，想看我的六合园，到您老种菜，到您老住的地方。结果这个保安呢，因为他是现任首相，所以是一级保安呢，那会扰乱居民。因为他要香港保安，还要深圳保安。我说这个太麻烦了，所以我说你不必来了，我到你旅馆去看你。大家很关心呢，这些领导人啊，向您老所请教的，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社会安定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这个社会动乱时间太久了。如何能够恢复安定和谐？那么他们来问我，我觉得呢，这是个教育问题。如果我们把教育办好，这问题都能解决。但这个教育是圣贤教育，今天社会最缺乏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宗教教育。宗教就是圣贤教育。很多的企业家，他们挣了很多的钱，和这些领导人所关心的不一样，他们关心就是挣钱为什么？这个他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所以很想问这些问题。挣钱做好事，做好事，对，这个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因为有钱。可以能够行善，可以能够积德，人不是这一生，人有后世，纵然不谈后世，人也想留名于后世，积德于后世，不但帮助先前的苦难众生，而要帮助往后。这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听到您老这样的讲，很多人会想到，那么这个和人的观念可能有关系。对，没错。那有的人就不是这个观念。对。那么观念不相同，结果肯定不相同吧？不错，不错。所以还是
要多读圣贤书，了解古代做大官他怎么想法，有大财富怎么想法，无一不是为一切苦难的人民离苦得乐啊！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佛菩萨的想法。师父啊，可能有的政要也包括一些企业家，他们可能会问，这个佛菩萨即使真有的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学他们呢？佛菩萨就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中国人讲良心，良心就是佛菩萨，良心就是佛菩萨。佛菩萨就是有良心的人啊，心地非常善良，看一切众生就跟自己一样啊，年老的是我的父母，是我的长辈，年幼的是我的晚辈，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都是兄弟姐妹啊，看到别人苦是我自己苦，我要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师父，那很多的政要企业家就问了，那很多人不相信佛菩萨，他们照样吃喝玩乐，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啊，不一样，那个乐，乐的感受不相同。有人那个乐是真乐，你无法想象的啊，一般吃喝玩乐这是外面的刺激，就像打麻啡吸毒那种乐一样，这个乐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这个他现在收获了，他如果懂得的话他绝不取这种乐。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很多人包括专家学者也这么看的，没错，那就是有很多政要专家学者啊，一些大富长者有钱人，对，他们都看错了，是外行人，对，看热闹的，对，我们中国老话外行看热闹，对，内行的看门道。师父，很多人那岂不是人生的这个价值观是错误的？不错，你看人家吃喝玩乐，住高楼洋房，享受，很多都以这个为国家的幸福指数啊。如果你要是回过头来看看，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隐士，隐士，对，他们不做官。他们也不要财富啊，住的小茅棚，选择的居住地方真小桥流水，那种落的时候是天然的，那是真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这种人快乐长寿健康。你看现在都市的人颠倒了，对啊，早晨起床11、12点钟，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天快亮了才睡觉，这是反常。反常对于身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许多疾病围绕着你，寿命也短促。您知道很多人的价值观都是及时行乐呀，他们会嘲笑那些隐士，你们来人间白来一趟，我们什么都享受过。那不一样，你那个享受一样是昙花一现，他的享受是永恒的，这个田园之乐他想象不到啊，身心健康啊，有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读书，读书是低落，师父，我们读古书啊发现
评价一个国家领导人是有标准的啊。孟子讲望之不若人君，就这样的人呢，那就麻烦了，他当领导麻烦了。我们在观察新闻的时候发现，世界各国很多西方这些领导人呢，像个大老板，像个商人啊，望之不若人君。很多人说这不是像做买卖的吗？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变质了。那问题出来了，是孟老夫子这个标准过时了，还是这些领导人真的错了？真的错了。孟子不会过时，这些大圣大贤，他们所观察的、所得到的东西是永恒的，超过时空的。你比如说在中国，我相信中国文化绝不止5000年，5000年是有文字记载，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我相信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决定超过10000年，这个永恒的，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放之四海皆准。无论哪个国家民族，就是现在你给他讲这些，他听了欢喜，他能接受。师父，那您知道西方的这些领导人可都是人民选出来的呀？对。那岂不是说人民的标准也错了？没错，问题就在此地。我不赞成人选。这个是我讲了几十年了，人家问我，我都不赞成。民选不容易啊，人民都是菩萨，就选出佛这种皇上来了。民选要标准呐。民选是每个人都替自己的利益考虑。对。老百姓都是这样的。不，老百姓的利益要是通通顾全老百姓的利益，好啊。选上老百姓有没有得利益的？而且任期很短。任期短，就很难负责任。你说我们看到选举的，选举所费用的钱很多，是，用的一些精神，他坐上了只有4年，5、6年，他要把这个本钱拿回去，还得要赚一笔，做买卖，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看太多了，我们看得很伤心。师父，我们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考虑自己的利益，就是他是从私心来出发，对，来选领导人。对，但是没有人替天下来考虑。没错。所以他很有可能就选不出来。没错。符合天下利益的这种。对，是这样的。还有，真正好人不愿意参加选举，为什么呢？在选举台上说我好，说别人不好，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师父，现在说不出口就当不了领导啊，那他就不当，所以他就隐居了。那在这种制度下，在这种观念下选出来的人，岂不是有问题的人？是有问题啊。可是汤恩比以前说过，民主制度之下，这个投票人要负责任。你选出来的投票人不负责任的话，都有因果责任。这个话说得很正确。师父，我觉得您老说的这种见识和智慧，恐怕一般人真的是没听过。我是老百姓，我投总统一票选谁，我还要承担因果责任。因果责任，为什么？你选的好人，你做了一桩好事；你选那个人不是好人，是
你帮助他干坏事。那我看不出来这人是好人坏人。不是，所以这问题在此地啊，所以国家要教啊，到最后通通是教育问题。那你说中国古老的教育，你就不说别的吧，就是用这四科吧，这老祖宗这是绝对不会错误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决定选的好人。不是出于自己私心来投票选。对，决定是好人。好人一定受了好教育。确实，这是二战之前，欧洲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灭亡，四个古文明，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它还存在？研究这个题目，最后的结论是，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个话是南昆大的教务长告诉我的，我跟他讲，这个答案正确，非常正确。教育，对，中国人确实在整个世界各个不同族群当中最懂得教育，所以我常讲，中国古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而且这个人他世代沉传下来了。师父，那岂不是说中国5000年以上的政治文明，对，那要比西方的政治文明要先进太多。先进太多。高太多。高太多，真的。师父，但是我们骂了100多年呢、一直认为那都是封建落后的，那都欺压人民。那是不是？那不是这样。但是少读书的关系，你真正把中国书读多了，你就明白了。而且我们老祖宗世世代代累积的，那就是乾隆做了一桩好事，把它编成一套全书，四库。四库全书。你这次纳吉来看我，我也是给他建议，要学文言文，要读四库全书。马来西亚人，他要读，他很有兴趣。对，他儿子现在学中文。还在北京学中文。就他作为首相，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这个前途。没错。所以我告诉他，我说我曾经在美国在欧洲访问，我很注意这些学中文的学生，这都是外国人我问他们，他们都是读中国古籍用这个儒释道经典去写博士论文，这很难得了看中国古人的注解。我问他们，你们学文言文学了多久？3年。都给我讲3年在美国纽约大学也是3年，到欧洲也是3年，不难呐。师父，我们看到您老人家这些年的经历，我们有个体会，比照现在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包括政要，能够有外国的这些人到国内向他们来请教的几乎没有，好像就您老这儿门庭若市，都是外国人来请教，什么原因？他们不也在学吗？圣人训，首相训，自己训，泛爱政，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父母恶，令不晚，父母命，行不难。父母教，须敬亲；父母责，须慎终。恭则温，孝则敬，诚则喜，温则敬。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国尚危，子道归，勿虽小，勿
虽长，果虽长，亲亲善，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具，身有伤，以亲友，德有伤，以亲修，亲爱我，孝和暖，亲脏我，孝欢喜，亲有过，见时高，以无色，柔无色。默写背《弟子规》。大家好，我叫田丽，现在我是两岁，今年六岁，我是小学一年级。哦，六岁。六岁，我喜欢跑步，骑脚踏车，练功夫。哦呦！我想要当军人，或者是警察，谢谢大家。哦。我叫静木，木羊人的木，我是女生，今年六岁，我读万小川 ACC 人真小学一年级。我喜欢画画，骑脚踏车，吃糖果。长大以后，我想要当法师和中文老师。将来教中文，将来到中国来教中文。我现在教他们啊，认字，认汉字，认汉字，教外国人认汉字，认汉字啊。你看我用这个方法，是啊，这是中国这个汉字的。这个四角拼音我们叫、哎、这是注音符号，注音符号，这是汉语拼音、拼音啊。那么这是一个音分平上去入，是四种四音，对，四个音啊，八八八八啊，对啊，对对、啊、是是是，这是这是这四个字，总共的时候这个卡片多少张呢？420张，四百二十张啊，就全了。所以中国的音就是这么多，是啊，同音的字也很多，有些同音的字四百多个音、啊、对，是就四百二十个音，嗯啊，那么每一个字的时候平上去入四个音，是这4,4,1,600，不难呐、啊、对，我们看哪一个国家文字都不值不值这个数字，所以中国东西好学啊。那这样他信心就来，兴趣来了，所以他们都会念呢。那我想我做这个卡片做实验，我让这个书店替我做，将来一盒一盒，你看一盒就是420张，这汉语的基础。从这学起，我们小时候大概我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认字，是用方块字，那是方块字，一张纸的时候写一个字，没有拼音，是哎，小时候是这样，从认字开始的。师父，您教大家的这个字应该是正体字吧？正体字，不能用简体字。不能用简体字，简体字将来是你书库你没办法，对，你不能看的。所有古书一本都不认识啊，对是啊，一篇都不认识啊，对啊。啊，那我们现在说，你看，这两年买了这个，我买书库买了102套。是啊，买四库会要这个买了270套，分送给世界许许多多图书馆，赠送他们。嗯，啊，我希望他们都能够读原文，好好学中国文言文。那所以我想出这个方法。啊，这个音就这么多。啊，是。这个420张，而且中国就都印就全了。纳吉首相的儿子就在学这个。哎，我现在给他这个，嗯，我觉得这样念他很有兴趣。师父，您知道，尤其是商人，因为我们这期主要这次专访主要向您老提问的是企业家，嗯，可能包括世界各地企业家都是这个问题。嗯、有钱一定把孩子送到国外学英语。
挣钱做什么？就是让他学英语。要学中文，要学古文，学英语可以，把将来中国古人这个东西翻成外国文。哦，那这个功德就大了。不懂中文还是不行？不行，因为什么呢？全世界可以说是智慧在思库里头，理念在这里头。啊，从自己修身，关于从自己个人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方法全在思库里头。你能不要他吗？啊，那些给我那些小我很多啊，他今年59岁啊，啊，他就很羡慕我的身体啊。是。啊，我说我是跟老祖宗学的呀，作息正常啊，啊，我晚上10点钟就睡觉，啊，4点半5点钟一定起来，过正常的生活，夜晚该休息就休息啊，白天该干就得干的，不能白天睡觉晚上就干，那颠倒了。好多年前，我们听说那个医生检查您老的身体啊。80多岁的身体啊，年龄啊，那个血液是30岁的。就是我在澳洲，拿澳洲公民要检查身体，是个印度医生，给我检查20分钟，聊天1.5个钟点，啊，很有味道。可以说没有人不感叹的，那不向往的。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有那个热心的居士啊，想孝敬您老啊，给您老按摩一下。嗯、我们看到您的那个四肢那个皮肤啊，嗯，啊，那非常年轻啊，比年轻的那个年轻人还要年轻啊，不会，不会。我们听说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担心您老身体，因为您老一直在厨房，嗯，哎，有一次您老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筷子给咬断了一截儿。我们在想，年轻人让他故意咬，他都咬不断。那是这是偶然的。我以为是吃的硬的东西。这个偶然，我们很放心的。这个老这个身体那就太好了。这些都和学古文有关系，有大关系。嗯，有大关系。中国古人，因为中国是大家庭，大家庭不能有私心，要有私心的话，那个家破人亡。所以大家人起心动念要为我整个家族想，不能为我个人想。你看心量就脱开了。所以中国人很少讲国家，你看这个古书里头都讲天下。天下。你这心胸多阔啊！所以从小有这个思想，他进入佛跟道就很容易。因为佛家讲心包太虚，两周无煞劫，要有这样的胸怀，人就落了。为自己很苦恼啊，为自己有得失啊，患得患失啊，为天下人没有得失啊。得天下人有福，不得天下人没福，我责任尽到了，得我尽到了，不得我也尽到了，很自在啊。啊，对呀。师父，很多企业家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历史书就会发现，嗯，从秦朝之前，嗯，一直到清朝中后期，嗯，3000多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各阶层它排列的顺序，士农工商。对，您老讲经也讲过这个。对，那么也就是说，把商就商人商业排到最后，对，而且这是中央政府的没错政策命令。对，那么我在这儿给您老介绍一些史料，啊，观众也可以了解一下。
一个是在最早的时候，在周朝的时候就有这个说法，就说王者之治，它是什么特点呢？叫崇本抑末，对，崇尚根本，把那个细枝末节的要控制，要压制，没错，哎，表现出来就是重农轻商，对，哎，那可是四千多年前的情况了，四五千年前，对，到两千多年前，汉高祖刘邦，他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就穿丝绸的，坐车不可以，重租税，对，哎，多交税，以困辱之，好像把他囚困起来，不让他太自在，还要辱之，就是不给他面子。市井之孙，就是他们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的后代呀、哎，不得仕宦为吏，就不能当官，啊，一直往后推，东汉，啊，再到唐宋到明朝，我们又看史料，洪武年间，国家的法令规定，农民之家可以穿绸纱绢布，哎，绫罗绸缎可以穿啊，商贾之家，商人他们家啊，不可以穿，种地的可以穿，做买卖的不能穿，再有钱不能穿。如果农民家有一个人他做了生意做了买卖，他们全家也不能穿了，而且别又沾了商人，这就不可以。再说到清朝，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大学士赵国林，他和一个商人联姻，哎，成了亲家了。乾隆皇帝骂他，赵国林平时还讲理学啊，他还是大学士啊，结果呢跟市井庸人结亲，你不给我丢人吗？就骂他，一直到乾隆都是这样，就是商人地位很低下。我们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企业家也想问呢，商业能够让一个家庭富足，社会繁荣，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啊，重农轻商，士农工商给排在最后，一直都是这样，那我们商人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对，这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啊，难道我们又错了吗？在古时候这个一般人理念当中，他是就是错的。为什么呢？你说贪财，哪一个人，我们在佛法讲哪一个人阿赖耶识里头没有？有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所有不善心所里头最严重的一个贪财啊。对啊，财色名利头一个，它是连带的，哎，它排在第一个，财色名利，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啊，激发人的贪心，贪是烦恼的根，贪嗔痴慢疑，贪在第一，啊，贪不到再发脾气，嗔，那这就嗔，它会引起很多一连串的烦恼，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根给它扶住。啊，所以家庭里头没有教育，这家庭就完了。而家教的时候，绝对是一致贪嗔痴慢。人贪嗔痴慢四个字惹到一个，都不能成就，都会败事。啊，这就是外国人讲的说中国人懂得教育。师父，那这个智慧可是太高深了。对。经商，所以这种智慧的时候，只有读书人四败在第一，读书名利，士是读书人，读书人。师父，那他读的书可是圣贤书啊，圣贤书，不是现在这些大学教授读的，不是现在这个。现在大学教授读的书是帮人赚钱的，对，不错。那就是士是前面是没有士，没现在了，对，对，现在没有士。那他们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是也没有钱，又很穷困，但是社会地位排头一个，非常高，哎，群众当中说他排在第一，所以人就喜欢念书，国家倡导啊，对，
封上。对，不错。在这个史书里头好像有记载呀、啊，周文王日常的生活跟一般农民差不多，很朴素啊，居住的房子也很简单的、啊、卑躬屎啊。啊，为什么给人民做榜样？师父，四五千年过去了，请您老给大家讲解慈悲开示。他在做一个什么榜样？在生活上他这么简朴，做一个知足常乐的榜样。要晓得人生活需要很少啊。哦，就是做个不贪的榜样、啊、对呀，是啊、哦、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那不怀疑，这个榜样多好啊。这榜样就是完人的，没有缺陷的人啊。因为贪嗔痴慢会给人带来灾难，对，带来灾难呢、啊、哦，王爱百姓，对，所以说真正爱 他真正做出榜样给你看、啊、不让他限制他、啊、对，贪嗔痴慢。师父，但是在四五千年前佛法没有在中国、啊、没在中国，没在中国，周文王佛法到中国才两千年的，那个时候文王都知道这个。对，所以我曾经问过李老师，我说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啊？这佛菩萨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地区的人尊重圣贤，他就用圣贤身份来出现来教化。哦，啊，李老师告诉我，但是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理上真的是讲得通，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因为中国古圣先贤的很多跟大乘经里面讲的道理完全相同。嗯，所以我们用佛经来解释儒家东西，就把儒家东西提升。师父，我们刚才讲了这几千年对商人、对商业、对企业家的这个态度，中央政府的命令，在现在人看起来，这个不都是落后的吗？这个应该被淘汰的呀。这个不能落后，你到今天的时候可以这样讲了。啊，为什么呢？今天这个商、这个商业，啊，这个给社会带来的。是苦难，是苦难，对，不是繁荣吗？不是繁荣，这个繁荣是假的，会它带来了天灾人祸啊。因为你说佛法里面讲的贪感应的是水灾，这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啊，带来的疾病、哦、就你身体里面是水分过多啊，火带来的火山爆发，像现在地球温度上升，这都是嗔恚带来的；风灾愚痴带来的；地震傲慢带来的；山崩地陷怀疑带来的。那他就讲这个道理，这不是迷信的。商人要想翻利，那中国人最讲究了。中国人看翻利是财神，财神有道理啊，他发大财啊，命中有财啊。可是发财之后，他就把所有的财产分给这些贫穷人家。嗯，啊，从小生意再做起，今年又发达了，三聚三散。这个商人好啊，这商人国家也得尊重他了啊。我说他为苦难人民想啊，他不是自己享受啊。
在商人里边，这应该算是圣贤了。大圣贤，菩萨商人。菩萨商人。对呀、啊，大乘佛法里的是平等的，商人地位也很高。如果商人都不做菩萨商人，都做那种贪嗔痴慢的商人，哦，那他有果报。那岂不是说世界也会被他们毁掉？对，贪是源头啊，是源头，是源头。今天社会就是没有古时候那里约束的紧，它完全开放了，开放之后就很难收拾了。啊，古人对这个防范就像防范提防一样，哦，非常小心谨慎，有一点点就赶紧补，把它补起来，否则的话它就大灾难来了。很多人呢，很多人今天看古书确实看不懂高祖刘邦为什么这样打压商人，丝绸的衣服不让穿，还要困之辱之，有这么深的道理。不错，就得排到最后啊。对，师父，我们在好多年前专访您老，您老在和谐第一次的时候，您早就谈过，今天的大灾难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前。对，那个时候我们听不懂。嗯，后来我们今天把《汉书》带来了，这《汉书》里边有白话，读起来大家好听。有几句话呀、啊，向您老这个报告一下。这里边说，这是《霍职传》《汉书》里边的。他说呢，周王室衰落800年，他衰落了，礼崩乐坏。这里边很重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背叛了圣王的制度，就是周文王的制度，是吧？放弃本业干什么呢？务农的农民减少，都干嘛去了呢？经商的百姓增加了。很多人看了说，跟现在的世界很像啊。嗯，现在大家都喜欢做生意啊，是吧？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对，我们中国现在是虽然发展中国家，但是奢侈品第一大国。嗯，我们看这个历史书就发现，对，他就写啊、这个社会的崩溃什么原因呢？追逐欲望这个活动不能遏制，商人们呢都在贩卖奇珍异品，工匠们呢都在生产那些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器具，哎，读书人呢歪门邪道，是吧？然后呢，这个追逐这个诡诈的人呢，违背事实，开始欺世盗名；奸诈的人呢，开始犯法求利。礼义呢，不能约束君子，大家都不怕法律啊，人民都不害怕这个，是吧？富人呢，真是朱门酒肉臭，犬马吃的这个粮食和肉啊，都有剩余；穷人呢，衣服穿不上，哎，吃那个豆子，喝凉水。这是当时那个社会崩溃的时候的表现。对。就很多人看到其他的很多国家呀、看到历史书也很害怕。对。那岂不是说丧失了这个伦理道德圣贤的教育？对，他就会出现这个局面。没错，不是说今天啊，不是什么朝代都是这样。对，什么地区、什么国家都一样。啊，所以今天是全球性的。您知道现在官员见到商人、见到企业家跟见到祖宗一样，对，就差跪下磕头了、是这么一个秩序。对，师父在那个四书五经里面，大学里讲德者本也，对，就是您老讲伦理道德，对，这是根本。才者末也，对，那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现在世界是颠倒的，没错。那么大家就想问，那现在还挺好吗？看着还都挺繁华的，挺好。那大家都担心灾难呢，灾难这么多，你看看，我是每一个星期有好心同修，把这个星期里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那个新闻标题，我不要他写东西，只给我看标题。就很可怕了，太多了，这过去没有过这么些这现象啊。是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人业力所感的，不是自然的。师父就是说贪嗔痴慢感得来的、对，感染的，不错。
而这个德，一切德的根本，在中国人讲就是孝悌。孝悌，对，人之本源。啊，那么如果不从孝悌上扎根，都不是真的。这个悌是什么呢？尊敬长辈。啊，比我大的弟弟也尊重哥哥。啊，所以悌道，这个孝道是以父母做代表，悌道是以老师为代表。啊，尊师重道，这是德的根。所有这些这个伦理道德都是从这个根生出来的。啊，不重视这个根，这社会就没法子。那你今天很多人都在讲啊，也都赞同传统文化。从哪里学？我们提出弟子规，弟子规一定要晓得，就是孝跟敬。孝和敬。我们讲悌，现在大家不太懂。我讲孝跟敬。啊，孝里面最重要的是顺。是顺。对，是孝顺。那不顺就是不孝吗？对，不顺就是不孝。我给父母很多钱，供养大房子好车，但是我老跟他顶嘴，不顺着他，不孝，这是不孝。不孝，不孝。要顺。但是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很麻烦，就是把传统东西丢掉的时间太久了。啊，我们从慈禧太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是200年。啊，慈禧太后对传统文化，在我们想的时候，她了解不多，所以她把它废除了。因为清朝有个非常好的制度，这是清朝立国的精神。它是少数民族，啊，到这个中原来了，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军队只有20万人，是，啊，统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啊，这么大的一个幅员，这么多人口，他最难得的一招就是宫廷讲学啊，礼请儒释道的，现在所谓的专家学者，在那个时候是大师级的啊，到宫廷里面讲学，而且是固定的啊，皇上带着嫔妃文武百官都来听课，而且非常认真。听完之后，他们都做分享，皇帝都做笔记，这么认真，所以这个风气传出去了。啊，把这个读书，这个风气带动了全国，他这个根扎下去了，所以能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将近三百年，不错呀。哎，这个根扎得好啊！如果慈禧继续祖宗这个制度，清朝不会亡国。那个时候列强入侵很厉害啊！列强入侵的时候，是中国人不自爱呀、啊。你说孙中山先生，他就看得很清楚啊，他在外国住的时间久啊。他是外国人，比中国强一点就是机器，这个中国不如他，其他的任何一方面外国都不如中国。在三民主义里头讲的，讲的很有道理、啊、我们记得那个甲午海战，中国海军是惨败、对，但是当时我们的舰船利炮、一点点都不输给西方人，对，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对，就是败给日本人，一看就是人有问题，投降了。不错，就是您老讲的人不行了。不错，从道光开始。没错，
所以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而且教育一定要皇上带头。皇上带头，对，皇上不带头大家没信心，上行下效。就像从周文王开始哈、啊，没错，他就这么做，上行下效。师父呢，这是真理啊，这个真理。那要这样来衡量举世啊，我们看看世界上啊，对，男女老少都不知德为何物，没错，那就是本不是，道志是没有了，没错。但是不知道孝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师父啊。那个墨呀，就是商业高度发达，没错，本没有，本没有。那请问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就像一棵树一样，根没有了。哦，上面的时候茂盛得很，这树能不倒吗？能长久吗？你懂得这个道理，才晓得古人为什么把商放在最后。完全明白了。有根本才有枝末，没有根本，枝末再好，时间很短，很短暂。我们屈指一算，像美国，很多人以它为榜样，200年呢。它最近发达也就才30-40年啊。对，是啊，它就二战之后啊。就是，80年代之后啊。对，我们看那个历史，没错。但是好像现在举步维艰了啊。对，是啊。几乎崩溃了，现在靠什么？靠印钞票机器，那个机器不停地在转，总有崩溃那一天啊。不错，在崩溃的时候那就害了全世界，把整个世界金融破坏掉了啊。所以我想到将来世界上用的这个钱币呀、啊，一定用金币、银币，不用这个纸钱了。啊，那是真的。那个没法印刷啊。啊，那不需要印刷了，所以它就管用啊。真金白银啊，对，是啊。那古代也是这样 啊，铜钱呢，它都是没错，是的。这谁相信钞票啊？师父在中国民间说用纸钱的是鬼道啊，鬼道，是的。嗯，我们他做童年的时候用铜板呢，铜板，嗯，比我早5年的时候还用清朝的钱，嗯，当中有个方洞的，是。我祭祀的时候。这个钱才不用了，刚刚开始。师父您老讲过，这个外边是圆的，里边是方的，对，这个是有学问，有学问的，它是个教学工具。没错没错，外圆内方。师父圆指的是圆，指是圆融，圆融，哎，对人对事都要圆融，里头要心要方正，方正，对，有伦理道德，对，不错不错不错。哎，啊，你比如说法律，制定法律要严，执行法律要慈悲，啊，条文是很严格，哎，但是执法的人要有慈悲心，天理人情国法最后，他统统顾到。师父那就说看到这个钱，嗯，就要想到里边有个方，啊，没错没错，要方方正正。嗯，过去讲叫士农工商，对，师父现在世界的局面是商商商商，对，所有的人都是商人，老师也是商人，不错，老师也是，医生也是做买卖的，不错，大家都在谈嘛，不错，世界各地这个官位啊也可以买，嗯，没错不错。那么这些政要就要请教您了，嗯，五浊恶世，对，这个潮流商业大潮啊，没错，经济世界，没错，我们该怎么引导大众啊？这都这样，人人都如此，如果不回头是做不到的。
但是回头的人一定呢要把这些欲望放下，知道这个东西是害人的，这对人没有好处的，它是一个毒药啊，尝在口头是甜头，吃下去是要命，一定要有这样的警觉性。而且今天的时候，今天一定要做示范点，没有示范点你怎么说没人相信。所以这个图文巴把这个小城做成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这个好啊，他们来告诉我。所以我呢就想到了，当时我给他个承诺，我说你们真的做好了，我想办法的时候到联合国给你介绍。所以你看这缘呐，我这是祖宗佛菩萨安排啊。这个斯里兰卡的访问，我就通知联合国的大使，通知澳洲这个宗教团体，对，哎，他们两个都得来了，让他们直接见面谈这个问题啊，他们这个几年做的这个成就，联合国大使这次来了25个，啊，我让他们直接面对面谈，他们完全了解了，啊，就觉得这个时候，这是真正和谐的一个好榜样，啊，不是理想，他做出来了，啊，这个小城。居民现在12万人，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真正是多元化，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像一家人一样啊，彼此都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作合作，这多么美好。师父，那个地方没有人贪婪的去挣钱啊，对，没有人这样做，没有这种，用现代人来说，那个地方商业不发达，对，我们不需要它商业发达，也不要工业发达，我告诉市长，我们做观光旅游服务事业，为什么呢？做成功之后，联合国一宣布，每一天全世界不知道多少人到这儿来参观来学习啊，所以我们的接待这个居住要舒适啊，饮食这是保证干净，是有机的，对，啊，污染不，哎哎，这个旅馆不要很高级，3星级就够了啊，他就住得很舒服，在这里用费用很低啊，就能做成功，是为全世界服务，让全世界来看啊，希望你们呢像这种事回去多做啊，多去拷贝，多复制，越多越好，去复制，越制越好，越多越好，这样的地方越多，地球越有希望，地也有希望啊，他们这个大使们听到之后就说，这是我们联合国的理想啊，我们就想这样做不知道怎么做法了，商业不要发达，不要发达啊，不要工业那些污染，对，不要污染，不要污染，这是我们专农耕，农耕自己种自己吃，对，不算农耕，这是联合国的理想，对对，现在大家回来了，对，找到原点，哎，这个图文巴的农耕面积都大嘛，都大面积是吧，所以都用机械化农耕。师父，那要这样说的话，岂不是人类走了一大圈啊？没错，没错，又回到原点，不回到原点就麻烦大了，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啊，对，不错，那棵大树就要倒了啊，对，不错，哎，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一看古画，诗情画意，中国古人生活在山水之间，其实不要太古老，对，我们看照片，民国的时候
那些照片山水还很漂亮啊。没错没错哇、哦、很让人向往啊。抗战期间还那样还保留着，抗战胜利之后变了。原来您老说去三峡的时候两边还很好、哎、不错。你看到我在抗战期间走过那个路啊，这是上一次回国访问，宗教局特地安排这个路线让我重新再看看，两个树没有了，全是、啊、搞起水坝起来了，高楼林立。哎呀，对，不错。师父，我们这么多年来啊，全世界啊，不单我们中国人呢、啊，价值观都改变了。对，如果说我们判定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发展趋势，嗯，您是否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潮流，嗯，首屈一指的能改变者就是政治家，对，领袖，嗯，现在领袖也不行了，要听人民的，人民选出来的，你要这样做他不选你，是，那师父岂不是说没路了吗？我跟你说，我所想要想这么多年，只有做示范点，让大家慢慢醒过来。啊，国家认定的时候要以这个为目标、以方向，有一个国家这样做，会带动全世界。纳吉来找我，我就是希望他能搞一个马来西亚全世界示范国。你看，我们汤池示范镇，那个澳大利亚示范城市，再有一个国家做示范国家，这就好了。我鼓励他了。啊，所以说鼓励他头一个就是把这个文言文在你们国家普遍搞起来。师父，我们听说纳吉首相跟您老人家特别有缘。对啊，就愿意跟您说话。对，包括马哈迪长老。对，是我们听说他们国内很快要大选。我就问他，你参选的目的是做大官还是做大事？如果是做大事，大事是为全世界做大事，那什么呢？这个马来西亚是全世界第一个和谐示范国家。我说你要是有这个心的话，你肯定选上。他会说，我说你们他是会教徒，你们的真主会保佑你。不但真主保佑你，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那个神都会保佑你。啊，你肯定当选。为什么？人类需要有几人来救啊，你这个愿望就对了。如果你说我做首相是自己做大官的时候，我说那个没有意义啊。那个如果你能够选上是命哦，啊，命里有的啊，命里有的啊。你要是这个放这个发这个大心呢，命里就没有这个命，你也选上改了。对，命运改了。哎，就改了。命由心造，啊，命由心造，不错哎。啊，所以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是要拯救地球，啊，不是一块地方，一块地方地球整个毁掉了，这一块地方留不住，所以一定要大行量。做成功了好，做不成功也好，做不成功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做不成功，这个地球有灾难，你到天堂去了。嗯。啊，怎么跑呢？好啊。啊，学佛的人到极乐世界去了。就是说，世间的人要是没福的话，对，恐怕就是，哎，好人不能出现。对。师父，您老这些年一直在呼吁示范点。我们就在体会，政要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嗯，这个示范点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不是让他看到啊？不错，是要让他看到。说不管用，就得让他看到。他不相信啊！我这个是，参加联合国多次这个和平活动啊，我们把中国古老东西向大家做报告，听得欢喜啊。啊，可是会后
这些会友们就来问我，这你是理想啊，做不到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真正发现今天整个世界的危机在哪里，信心危机，不相信了，这还得了吗？信为道源，功德母，华严经上说的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的，头一个讲信。所以让我们马上就联想到无常，仁义礼智信，信是基础，信要没有了，前面全没有了啊。所以这五德，信德是根基，这太重要了。今天我们中国人这200年来搞成这个样子，主要就对于自己民族自信心丧失掉了啊，误以为外国都是好的，上了大当。师父，我们这些年听您老的教诲，有很大的一个收获。我们在看各种资料的时候发现，尤其是近代现代，很多的科学家，包括大科学家，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像孙中山先生这样，他们都有这个观念。中国在最近一两百年落后了。嗯，有一个大的这个科学史家，他叫李约瑟，他有一个著名的叫李约瑟之问。他说一直到清朝中后期的时候，康熙的时候，清朝都是引领世界第一，不错，他的整个的国民经济科技水平都是世界第一的。对，他说为什么从那之后到现在中国落后世界程度差了这么多，西方你看看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像您老说的，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而且这个李约瑟之问到现在没解，就是没有答案，为什么突然中国就落后了。我跟你说，这个是也是一个自然现象，盛到极处啊，一定就衰了啊。像月亮啊，满月了，慢慢它就变成就要往下走下坡了。清朝在乾隆是最高峰，是啊，嘉庆以后就往下跌了，是以后滑坡滑得太厉害了。对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富家子弟，家里太富有了，把祖宗东西收获了啊，像康熙雍正那种精神，后代的帝王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不但赶不上，连乾隆都赶不上，你能不衰吗？孩子养尊处优啊，没有叫他吃苦头啊。所以中国这个富贵之家的时候，小孩都要吃苦头的，皇上家也要啊。对呀，也要啊。你要不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国运就衰了。明白。如果永远保持这一点的时候，啊，对于这个皇室的，啊，这些底下这一代，严加管教，啊，让他们多吃苦头，多了解人民的疾苦，就不一样了。问题在这里啊。所以富贵家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就衰了，啊，就是他不能保持。啊，他自己是怎么起家的？啊，吃多少苦头，经过多少艰难，啊，这底下这儿子顺理成章做皇帝，什么苦头没吃到，什么也不知道。师父，那就是教育出问题啊。对，是教育出问题。皇家教育出问题。啊、对，出问题是不错。师父，我们看到圆明园修得太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乾隆帝到处做事，天天琴棋书画。我们看史料，乾隆朝他们用的那痰盂儿，啊，便桶，都是景泰蓝镶瓷花的。对，用您老的话，对，败家子儿，是败家子，是这么过，那是会感召来抢盗。没错，没错，
衰败是这个原因。对对。啊，中国自古以来勤俭之家，这两个字很重要啊！你要想家庭能够维持下去，能够兴旺，能保持下去，这两个字啊，这一家全家人，这是教育的核心的。师父呢，皇家朝廷对和一个一般的家庭道理也应该是一样。一样，您知道现在企业家的孩子们对，哦，这一双鞋五千。六千，这个锦衣玉食、啊，没错没错啊，跑车多少辆？没错，他们还是那个标题，我挣钱干什么？没错，不就是给孩子们花吗？啊，为什么不给这个世界上多少苦难的人？没想到，多少饿死的人？没想到啊，没想到，哎。多少穷苦的人，那今天做好事，第一桩好事就是能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那第一桩好事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中国传统文化是全世界的啊，是人类的文化，要用这个概念先，不要说那是一个族群的，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的瑰宝啊，人全世界人人都有份，只要你懂文言文，这东西就是你的，超越时空的，你要超越时空，嗯，啊，这汤恩比说的没错，中国这套东西，孔孟修说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哪个国家领导人想明白了，啊、捡起来了，啊、他就救世主、啊，对对对，没错。师父按照这个蓝图来说的话，应该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士农工商，没错。那企业家就要问，那我们反对啊，我们现在社会地位是最高的时候啊，不，最高的时候，如果一个灾难来的时候就平等了，平等啊，就平等了。哎，你说灾难有没有呢？大家都说我说灾难，都反对我，灾难不是我说的啊，我只是在讲经的时候讲到啊，佛经里头讲到这个贪嗔痴慢疑对人身体所感应的，这是你个人的灾难啊，你的五脏六腑有问题，那对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会带来这一些灾难，这是佛经上说的。我们啊，这是感应啊，那我们细细的来观察的时候，哎，他讲的对，没讲错。师父，您老人家千万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啊！我们现在人什么都敢说。对，这个糊涂人说糊涂话，哎，那也未必了。很多科学家确实他们一直在警告地球要毁灭，这个有各种灾难，所以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我们的确很佩服，他发现了意念的秘密，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大乘佛法全讲这个东西，这个意念实在讲就是禅定，禅定就是集中意念，一般人的意念是分散的，是像一盏灯一样，它的光照到四面八方啊，能够把这个光聚集起来变成一个极光，那个能量就很大，你看分散的光一张纸都可以张开它，他就看不见，可激光钢板都能穿透。那要这样说来，人人都很贪财，意念很集中在贪上，啊、没错，是集中在这里啊。那会怎么样呢？啊，那就是海水上升呢，大地沉没啊。
就是那个像激光一样啊，没错，意念集中起来，没错没错，感召自然感召，自然的。所以大地将来就很多地都沉下去了。我们看到美国人画的地图，那个地图我好像是应该30多年前画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82年，他在这个之前，我好像是84年看到的这个图。那岂不说是人们想前想的？啊，没错，一点都没错。地球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多陆地为什么都沉到海底了？这就是集中在钱上产生的效果。还有很多企业家，中国环境被污染了，啊，他不放心，没有安全感，把钱挣钱干什么，都存到外国银行。对，这我就是我的答案。你问我挣钱干什么？存外国银行。你心里的欢喜的是几个阿拉伯数字，钱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存哪儿都不行。不行，你要看那个地图的时候，欧洲几乎整个没有了，啊，美国差不多一半没有了，啊，美国的西部有10几个州都会沉下去。科学家画了这个地图啊，对对对，不错，就在美国买的，买的挺贵，一张50万美金。我那时候好像买了5、6张啊，大概花了2-300块钱。师傅，您老曾经说过，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为什么？所以这个你要想，中国古人是看祖宗积德，你看他的老祖宗一代一代的全是积德，那积德他的后世子孙，我们现在40岁的不孝啊，败家子啊，老祖宗会惩罚你，不会把你灭掉，毕竟你是他的后代。就像您老刚才所讲，对纳吉首相说，做好事的话，自己的先祖都会保佑。那没错，绝对有灾难的话，我们中华先祖也会保护我们后代，会保佑。哎，会有，绝对会保佑。我在世界各地都劝这些认识的人，都劝他回来，不要在外国住。先祖不好保佑啊！啊，对，是咱中国好一点。啊，对对对。师父，我们中国人向来都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没错。那么请问呢，请问您老，学佛学道学儒的这些企业家，嗯，在现在这么一个历史关键的当口，应该做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教育不读书之过，因为什么？对老祖宗不认识，对自己的家的历史不认识，传统不认识，自己家有多少好东西不知道，看到外国人是宝啊，没有想到的时候，外国人现在所想都中国东西。为什么？他能救世界。所以今天外国人到中国来找，到印度去找，这有道理，到您老人家这儿来找，有道理。我这里没有啊，真是，我懂得是一点皮毛啊。那么具体来说，这些企业家也想给自己修点福报啊，对，也想平安这一生啊。没错。那么他们能做点什么呢？不是，他是这样的，那就是一定要回头。今天中国迫切需要的没有别的，如何把祖宗东西再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啊。孔子学院办了很多，那个是形式，我们要学孔子的人多，这就好了，就是多几个孔子出来。没错没错没错，
啊，不要多，你说这个在这个时代能够出十几二十个孔子，天下真解决了。企业家们就是帮助这个事情，没错没错，成就没错没 错, 没错，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对，没错。所以说力量要集中，人力财力不为自己啊，每个人都想自己来搞个小块，自己来培养，说力量分散搞不出来，心量太小了，要为整个天下着想啊。有很多人问我啊，我们要搞个汉学院来培养人才，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为什么不在国内，为什么不在台湾，他们不了解台湾跟大陆语言没成熟，哎，那么马来西亚这个语言头一个国家领导人支持我们，啊，这是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会安心去做，他们全力支持。第二个，有人马来西亚华侨团结600万华侨啊，我们华侨自己办的学校，小学有1000多个，中学60个一所，所以我的对象是将来研究汉学那些人，就找这里面的老师校长啊，他们一生教学，对于教学学习特有经验啊，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四库全书送了10套啊，会要也送了10套，大量送到这里去，将来那图书馆就非常丰足啊，因为这一批人去读啊啊，现在就是老师找不到，没老师了，所以我们决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学习这头自学，啊，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老师，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些大乘经典谁教他的，没人的，啊，老子的老师是谁，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孔子无常师啊，啊，到处参学，那释迦牟尼佛到处也参学了，他19岁就离开家了，到30岁，学了12年呢，啊，印度所有宗教学派，他都学习过，啊，最后怎么样？最后到菩提树下入定，把所学东西统统放下。啊，19岁把家庭放下了，这叫放下烦恼。30岁把这所学的放下，要放下知识。所知道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是所知道。嗯，放下知识，放下烦恼，放下知识，就入定，一下开悟了，全明白了。啊，开悟是把真心找到了。整个宇宙搞清楚了，这是今天科学跟哲学还没达到的，很接近，很接近。这个也通了之后啊，一切全通了。所以他所讲的东西是真心里流出来的，自信里流出来的，不是心一时的。啊，这个就高了，一般人没法子理解。啊，他并不是神，而且佛说得很清楚，他说他这个见明心见性，每个人都一样的，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我们跟他没差，就是他能把这些障碍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就是障碍，分别是障碍，执着是障碍，只讲大的，所有障碍归纳为3大类。啊，华严经这么说的，大乘教里面讲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名字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华严说的执着。
尘沙烦恼，华严讲分别。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放下，放下了，他把这个东西放下，只要你放下，你的智慧自然开了，你自然能讲了。我们今天走这条路，啊，持戒修定开智慧，啊，自己要真放下，没有一个思念，啊，自私自利。第一个要放下啊，只要有自私自利就是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啊，第一个障碍。所以起心动念为全世界人着想，为全人类着想，不要分哪个族群，我们是一个地球，是一个家，我们都是一家人，平等是吧？啊，平等啊，一定要爱人啊，爱人才是真正爱自己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一切是以人为先，我为最后，要有这个意愿啊。我们今天因为我一生不问人要钱，我死我也不会问人要钱啊，人家送这么多钱来了，我就这样用上了。啊，除了印经典之外，啊，买了这么多书，你像这些大商人，他们财产很多，啊，我今天能够送102套《四库全书》，啊，270套《四库回要》。四库回要，对，啊，他们可以超过我10000倍，他为什么不做？师父，商人很多是凡夫，他们也承认，就想请教您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对你好处大，他们先严厉啊，对你好处大，势力，你救了全世界，你说还有比这个利大吗？还有比这个好事更多的吗？你救了全世界，师父，这个老话，那你将来的果报可不得了，就是他想知道，对你救了全世界，你将来不是做世界上的王，世界王太小了，你做天王。天王，对啊，世界没这么大的福报，你造的福太大了，人间的福报不足以啊，对，没错，啊，让他来享受，哎，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在早年时候曾经讲过，人有财富是福报，会用财富是智慧。哦，哎，你不会用啊，你命里有财不会用啊。那师父不会用，他们就问，那又能怎么样呢？不会用的时候是糟蹋了，你就尽情在享受，享完了就没有了。你那个财富知道是很多事修来的，不是一世啊，一时修不到这么大的福报啊。你说我们佛经上差不多讲，一般做帝王的世事，世事的大善大善，累积的大善，才达到这个这么高的位置，才这么大的福报啊。啊，你要是不会的话，你在一世就享光了，糟蹋掉了啊，糟蹋掉了，来世哎，到人间来还是个平民，那算是不错了，还得人生呢，啊，不小心就三途去了。师父，我们看到很多人呢，笨嘴拙舌，不会讲话，也不会谈判，更没有商业头脑，不是做商人那块料，资产几十个亿，对，哎，那个很精明的，负债，对，现在穷困潦倒，没错，他解释不通，福报。就是前世积累的不一样，没错，没错，前世积累的不一样，跟这世钻营不钻营，哦，不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世有财富不钻研的话，财富一样得来。不干坏事，他不干坏，不偷税照样可以，给自己带来。那个带来什么？你享受的是心安理得，你真的快乐，你没有提心吊胆的事情。师父，很多的商贾要问这个问题，哎，大家看了。
现在的这些企业家很害怕，为什么呢？嗯，经常出事。对，古人讲富不过三代。对，现在这句话改了。嗯，富不过三年，富不过三个月，没错，富不过三天，没错，钱还没到手，出车祸，不错啊，被抓起来了，不错，生病，不错。大家就想问，也听您老经教，你钱不会花还招灾惹祸，没错。哎，没错，原本是希望挣钱给自己带来幸福，对，得不到，对，命里头没有啊，命里头没有。你比如说他得到了，为什么三年就没有了？你的这个命里头啊，有这么多钱啊，该你花一辈子的，你把这钱通通捞出来，三天花光了，哦，啊，享受了三天，后头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就是你银行存的有几百万，是啊，花天酒地的时候一下拿出来，两三天花光，后头没有了。拿出钱来大量的救济穷人，这应该是会花钱、哦、那就不那会花钱的啊，那个是什么？越积越聚越多，越施越多，这真的。我这个命中没有钱的，是我老师教我的，教我布施，我听话了，我这一生的时候就这个兑现了，越施越多。师父他们就问这个问题，这里面还需要智慧吗？要智慧。 还需要学吗？花钱要智慧，要智慧。花钱是大学问啊！为什么呢？花对了是积大德大福，不对了是造孽，是要堕三途的，那就能赶来大灾难。没错，没错。哦，啊，所以有钱是福报，是命中有福；花钱是智慧，钱怎么用法，这是大智慧。啊，钱财绝对不要据为己有。你就心里太平，你多舒畅多快乐。如果有这个天天盘算这钱怎么用，又怕丢掉啊，又怕别人来抢，一天的话为这个操心，这苦不堪言。师父有没有一种企业家的样板，他这个形象，他这个样板可以古今不变，就现在人可以学，将来也可以学。没错，其他国家的人们还可以学。对，你老人家常 再过两天胡晓玲来了啊，这就是一个榜样，但他做的企业不大。对，你老师那他真做到了。对，你老也常提到这个范蠡。对啊，他也是把钱都散掉。没错没错，三聚三散。嗯，这个胡晓玲胡总，北京的企业家，他有很多的报告，嗯，我们给做成光盘。哦，是的，是的。圣贤教育改变命运，这里边有他两堂课，哎，对对对，世界企业家必听的，嗯、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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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呼吁多年，让大家像这样的榜样学习。对，那么有人就提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看啊，我们可以这个听，但是我们接受不了，他们境界太高了，啊，他境界不算高。因为他在没有遇到我以前跟一般商人完全一样，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现在非常不正常。是啊，现在胡总他们大量的把钱用来做善事。对，那么有的企业家就讲，嗯，人分三六九等，嗯，我们跟胡总没法比，范蠡更不要提了，嗯，那么人分三教九流嘛，您老人家也很慈悲，嗯，我们到不了那个程度，但是呢还想别有灾难，也学个好样子，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圆满？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是信心。啊，信心。老祖宗说：“人心本善。”你是人，你的心是本善。佛讲的就更清楚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哪有什么做不到的？
啊，胡总能做到，你绝对能做到，范蠡能做到，你也绝对能做到。头一个信心，信心啊，对，你没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做不到啊。你有信心就做到了，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中国人为什么把老祖宗东西丢掉，文言文丢掉，没信心。外国人为什么三年能学好，他有信心。按照您老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做不到胡总那么圆满啊，对，我可以先做他十分之一啊，三分之一，不是啊，决定可以做到，一年一年总会、可以马上就能超前、一下定决心立刻就可以超过他，一念之间，对呀，这个很多年来啊，我们听您老的经教啊，哎，您老一直在呼吁啊，建立一个企业的样板，对啊，企业也需要，企业家也需要，没错。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他能够这个上养老，对，建个养老院，这个企业没错，把职工的老人没错没错、都这个赡养好，没错。第二呢，就是下养小，对，把职工的子弟都教育好，建私塾。不错，那么非常，这个办子弟学校，对，子弟学校，对，非常让人期待。对，那到现在为止呢，这样的样板呢，大家还是很想看到，因为它一直没出现。对，那么大家就想请教您老，建这样一个样板，对于现实，对于现实来说，对于以后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会有很大影响，会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在这个样，这个就小样板吧，这个样板里面会让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恢复信心，这个功德太大了啊！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中国各族性的祖宗都感恩你。你说你这到哪里去找去？师父，您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抬到这么高的高度？是这么高，他就这么高。为什么能够把中国传统的继续再传下去了，不会在这里断掉？就用这个方法，就这个方法，上养老，下教小，教小就可以，啊，就可以。你只要看小孩教好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下一代有前途，有人才呀。没有教好的时候，下一代就没有前途。啊，怎么教小孩？养老就是教小，养老就是教小、啊、对呀、啊，小孩就看到了。哦哦哦，我的爸爸，你看对他的爸爸，将来他就是照你这样对你，叫孝敬 啊。对嘛？这是活的教育啊，不是口头的，都是在表演呢、啊。那就是捐钱印书还在其次，这是头一个。对，这是真正行动啊！捐钱印书是什么？怕东西失掉啊！哦，我们也怕真有灾难，这灾难那不都丢失掉了？啊，怎么样把它保存下去了？分给全世界不可能，全世界都有灾难，总会有地方留下来的。是这么个意思。防备万一啊！对呀、啊，你说这个从前古人是用石头了，你看房山的石经。啊！但是那个，如果一个地震就完了，全就毁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处都放。啊，您老太慈悲了，到处都放。全世界好像就您老在这么做。大藏经、四库全书啊，这些都在全世界放吧、就怕失传。啊、对对，就怕失传。我们不是别的，就怕失传。师父，那这个样板做起来应该不难吧？不难，企业建个养老院、建个子弟学校不难。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到这个齐素平居士在这个甘肃做的这个事情啊，是可以做。哎、你比如说我给他建议建五个城啊，用一个城养老，一个城育幼啊，另外几个城做中国传统文化啊，
给全世界的人来看，啊，那就是和谐的示范，啊，伦理的示范，道德的示范，啊，因果的示范，建出这些，让你来看。我们还听到您老讲过，最好能够通过企业这种样板、这种做法，能恢复中国家的那种传统。是的，是可以做到。有养老院，对，有子弟学校，对，不错，这样做，对，这个样板，对，可以再现中国的家，不错。这个家恢复的话，中国，我相信会有千年盛世。就往下，这是对中国人、对全世界人类的贡献，很有意思。所以人呀，要做大事，不必要做大官的，要做大事。那么，在这个采访的最后呢，很多做生意的人，因为现在太多了。对，我们看全世界都是在做买卖，不错，大学生都在创业，不错，老人家都在炒股啊，背着板凳到股市去，天天看那个，虽然很辛苦，但是自己感觉到也在赚钱。现在人都是这样，听了您老的教诲，那么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孔老夫子也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不是佛家说的，对，哎。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是吧？那么大家辛辛苦苦绞尽脑汁，是吧？费这么大的这个拼死拼活，费这么大力气来赚来的钱，那不都是我命里边的吗？对，我命里有的话，没错，我就请教老人家，我不去这么辛苦，是不是钱也能来？能来，能来。还有的人像您老说的提心吊胆的，他去开赌场、开妓院、开麻将馆，做这些不好的生意，对，哎，最后钱来了，那说明这钱是他，他不做这些坏事，钱也是他的，他也有这个命，也有。无论做哪一个行业，他都有命里有财运啊。就给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有个顾问陈郎先生，前年过世的啊，我讲经呢，陈先生常来听，他是一个看风水、算命的，很高明，啊，跟这个李嘉诚的关系很好，他们认识很久，他告诉我，李嘉诚30岁，他是潮汕人，到香港来做生意，碰到了，偶然机缘碰到了，他给他看相。接着给他算命，就问他，他说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财产，你就满意了。那时候他说，我能有3000万，我就很满，心满意足了。李嘉诚讲，对，陈老先生告诉他，他说你命里的财库是漫出来的，啊，好像都不是平的，这是漫出来的。装不下，哎，对，哎，钱太多了，哎，对，哎，他说你这是香港将来首富，他说无论做什么生意你都赚钱，那个做生意那是语言，因是你命里有前世的因 对对对，有，哎，你命里有这么多钱，不管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从此以后他就变成李嘉诚的顾问一样了，是啊，留在身边，对，留在身边，大大小小事情都向他请教。没发财之前，李嘉诚的命运啊，地位就被人算定了，被人算定了，就跟那个了凡四训差不多。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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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所以你命里有的不需要去求，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了凡知道命是定的，所以他心就定了。他不求了，求什么用处啊？求还那么多啊？真要把他求来了，那就是寿命缩短了。啊，该100年享受的，你把他求来了，50年就花光了。那你牺牲的时候呢，就牺牲500年寿命。哦，
所以人真正懂得命是自己造的，命可以自己改。了凡四训就是改造命运啊，只要人修善积德，命运都会改变。你不为自己想，为别人想，命运改变了。师父，有的人问我，现在的企业资产已经到了1亿，我命里有这个，对，我想让他保持住，而且钱更多，想改这个命，对，有没有好方法？有，布施，越施越多，布施越施越多，就往外布施钱财，对对对对对，财富，对，施财得财富，施法得聪明智慧。你说养老照顾这些残障人士，你得健康长寿啊，这是佛教人的。人怎么发财啊？布施发财。他命里为什么呢？生生世世喜欢布施，累积的。师父，我们看到有的居士啊，就是学佛人呢、啊他好像心里边很有底，有时候跟我们讲，我又给某个大和尚送了多少钱，那个地方建寺庙我又送了1000万，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布施呢？不见得，不见得。为什么呢？这个道场能起什么作用？那他不问，只要建大寺庙，这是我建的，下面有我的功德名啊。那功德名那是什么？你把这些钱埋在土地上，不起作用。那多少贫困的人、饥饿边缘，你为什么不帮助他？你帮助他活命，佛经上说，救人一条命，胜造七级浮屠。师父呢，救人一条慧命呢？啊，那更高了，那个福报更大了。你就想，他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啊，你要去盖庙，你要救人的时候，那个福报比盖庙大。是不会花钱，不会布施。对。如果这个庙里头真正有高僧，真正传法，这功德大。啊，如果这庙功德的时候，没有人讲经，没有人修行。啊，都做观光旅游的时候，搞着这个就福报就没有了。就是您老说的，把钱埋在土里了。埋土地上。释迦牟尼佛一生不盖庙，有道理。师父，那就是要看出门道来啊！不错，不错，内行要看门道，不错，不错。最后我们捐了企业家，捐了很多很多钱，被人说最后是外行，对，是，那就挺可怜的，是的。确实如此，您老人家马上就该到87高龄了。对，哎，见多识广。那您是很多人真的是虽然不学佛，但是看到您老讲经说法，看到您老的样子，他们心里就相信。所以说，关于发财这桩事情，改命运这桩事情，就很想听您的。对，在佛门里的话，这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你知道你发这么多财，前世生生世世喜欢布施累积的果报。我们有的时候劝一些演员呢，你不要演那个暴力色情的东西了。没错，他很为难。或者有那开麻将馆的，是，我知道这个不好。还有那个屠宰的杀生，我知道不好。第一个，他说大家不都这么干吗？第二个，这个我不干这个话没钱来啊。那听了您老说这些，对，他就知道，他做那个善业，对，哎，他也能够钱也能来，没错，何必造这个恶业？没错，没错，您老说还会折他的这个福报，没错，不错，折福，折福，那就是命里边，比如说100万的命，对，他屠宰杀生，最后可能就是30万、20万，没错，还觉得挺高兴，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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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大的亏折。师父怎么能推测出来？我很年轻，
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命运如何？我没有见到像陈朗那样的术数大师啊。对，没错，没错。哎，我怎么能推测出来我将来财库里命里有没有钱财呢？啊，这个不要去问，你只要布施，你的财库就天天增长，空的也会涨得挺多的。那我年轻，很多人算命，我的财库空空的，就是没钱财。没钱财，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布施的时候，这些年来每一年差不多，我估计的时候概算，大概每斤有1000万。1000万美金。但是啊，您老送出去了，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命运真的改了。对，是我还是不要钱的，有很多人送钱我都不要啊，不接受啊。啊，在外面的活动的时候，人家所有的供养都给当地的那个道场，我是一分钱都不带的。就是要有信心啊。啊，对，不错。命运一定能改变，啊，一定能改变。但这我这多少年来了，几十年了，我自己没有用钱的地方，衣食住行都人家送的，我从来没有去做过一件衣服，去买过什么，没有。那自然就来啊。对，师父，那这样的生活，老百姓讲神仙的生活，学佛人说是佛菩萨的生活。人人都可以过到吗？人人都可以过到，啊，人人都是神仙，人人都是佛菩萨。佛菩萨神仙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大公无私，欲望少啊。对，没有欲望，啊，就工作是一个很单纯的，啊，一生教学，教学就是读书，啊，上讲台。跟大家做分享啊，就这么个事情。师父，我们这期节目的标题叫挣钱干什么？那有的企业家听到这儿他就听明白了，对，他就问个问题，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反正这钱也都像范蠡或者是胡总那样散出去，那我何必要做这个呢？啊，要干了，越做越多，越做越多，为别人。对，为别人。不错不错不错，你为社会多好啊，能够为全世界就更好啊，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啊。这个理搞清楚之后，这个国家贪官就没有了啊，他绝对不会收贿赂。为什么呢？收贿赂知道是命里有的，我不收也有，我收了之后，我把我的命里头的财，这个财产是亏折了，还招灾。对对对，还招灾。那他为什么干这个呢？这是太傻了。您老讲过，那坏事不就白干了吗？啊，白干了，是白干了。冤枉，冤枉，真冤枉。这为什么不做好事？您老讲过，没那个命，钱拿到了有灾难，还哎，不是生病啊，就是灾祸。对对，就灾祸。这真的。厚德才能载物 啊！对，承受不了。没错。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啊，很多社会大众，还想请教您老。现在呢是2013年的1月5号，科学家曾经预言，啊，2012年12月21号，啊，人类会有大的劫难。结果第二天，没事。太阳照常升起，对，所以很多人在怀疑、毁谤、攻击啊，甚至他们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的事。你看现在很多人做坏事，他没事啊，啊，这么全世界人这么多人在做也没事，啊，是吧？他们还是歌舞升平啊，这怎么让人理解呢？他们有这个疑问。这个事情。从1999年问题就提出来了，法国的预言家罗斯多马斯，对，
好像是400多年前，预言99年是灾难年，是2000年的灾难年。过了没有？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新加坡天主教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就问这个问题，是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有了？没人能回答。大概听到的人偶然碰到我，把这个问题问我，我就告诉他，不是没有，这个事情全世界人都知道，400年了，我们遇到了。这一年，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徒都会为这桩事情祈祷。这个力量多大？不是没有了，他推迟了，推迟，他延后了，是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呢？现在科学家提出念力这个秘密就能解释。这么多人起了这个善念，这个念力能解决问题。美国啊，是不少，是不是布莱登？我记不清楚。布莱登是吧？曾经有人说过，只要地球上总人口1%的平方根，啊，那照这个来算起来呢，现在地球上算70亿人来算吧，嗯，70亿人1%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啊，大概8000-9000人。这么多人的时候，诚心诚意祈祷，就能够拯救世界。那个善心的力量啊，对，善心很大啊，对对，善心，善的力量大，所以。这个邪不胜正，就这个道理啊！我相信全世界大概够有这个标准的人数，这么多善心人动这个善念，所以这个灾难缓和了，变成小灾难了啊！你不精心不在意，变成小灾难，时间往后拖。如果我们能保持这样高度的警觉心，断恶修善，那这个灾难就会化解了。如果认为这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好，变本加厉去做坏事，可能这个灾难就会突然现前啊！而且如果做得太过分了的话，可能这个灾难先前没有预警，这突然来的啊，这都有可能的啊。科学家也是这个说法了啊，所以总的在人心啊。我们对于老祖宗决定要相信啊，我是一点都不怀疑啊。中国人是好人，本来是好人，学坏了是跟外国人学坏了的，他要跟中国古人学不会学坏，跟外国人学坏了啊。现在学的是太离谱了啊，所以中国的灾难那是老祖宗惩罚这些不孝的子孙，是这个意思。中国绝对不会灭亡啊，所以很多人问我哪里最安全，中国最安全。师父呢还要感恩我们的先祖，中国最安全、啊、当然是先祖的先祖庇佑的结果，不错。我们这么多年听您老的经教，说到灾难这个问题、啊、外边人说的再多啊，其实我们也听得明白，其实他们也应该听得明白。对，你老人家太慈悲了，其实说到最后就是一句话，您一直在劝大家，对，别做坏事，没错，坏事有恶报，没错，多做好事，好事有好报，这跟家里爷爷说的话不一样吗？是一样，这怎么能说是爷爷在说灾难呢？这个，我觉得一般人都听得懂。哎，
还是那个话，您老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我们对，哎，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啊，非常感恩您老人家，谢谢啊，再次感恩您。